多谢。殿下，以为这样我就会消气吗？多事。殿下，这龟苓膏可能有点腥，要不要用些别的？我现在很生气，你不知道我上火吗？拿走。加点蜂蜜和桂花，啊！快去。哦，这里去啊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只是夫人调理身子的药，撤下去吧。奇怪了，怎么妙贤也在喝药，你也在喝药，而且你们都没有请医女，怎么，是你开的方子？你身边的人我怎么都没见过？华平太年轻，母后怕他担不起事，所以特意挑了四个伶俐的宫婢送来。皇后娘娘，今儿一早东宫便将人全送回来了。是太子妃的意思。母后，这是儿臣自己的意思，都下去吧。是。你不喜欢也没关系，明天我派人再送四人去。母后，我并不是苛责于你，若你是平常人我绝不横加干涉，可你是吗？你是东宫太子，一国储君，若没有子嗣，将来江山的重任谁来承担？母后，儿子现在还年轻，迟早会有子嗣的，您又何必如此心急啊？我不忍，也不屑于为难儿媳。可是天下人都在等着、看着、盼着大明未来继承人的出生。这样吧，东宫那些嫔妃，你若都不喜欢，那就再选，一直选到你满意为止。不，他们都很好，儿子也没有什么不满意。他们是都好。可是没有一个你中意的呀。母后，你若再送人过来，儿臣一样会原样送回去，这件事你就别费心了。儿臣告退。战七，这也是你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你给我回来。殿下，虽然陛下已经免了交趾的金珠，陕西四川茶客的采买，但仍有多地采买强征强收，劳民伤财。譬如每年进贡的丹漆石青，不究当地是否出产，一概加以征收，迫使百姓变卖家产，高价购买丹漆石青，以完成官府的摊牌。奸商趁机哄抬，以致物价腾涌数十倍，百姓倾家荡产。你又为何要阻止我上书呢？我看你不是在骂奸商，你是在骂父皇派去各地采买的宦官。你知不知道，那些父皇派去的人大部分是他看中的人，甚至有一些是伺候多年的心腹。你觉得父皇是信你还是信他们？我绝对不能让你这样的人为谗言所害。
我如今身为御史，并有监察诸司、检举不法的责任，不能坐视宦官成祸，乱我大明江山啊！殿下，你也应当警惕身边的小人，不可为他们所惑呀。殿下，赏你了。啊？哦，谢殿下。好茶，好茶，好茶，谢殿下。郑三宝英勇善战，树下夕阳，伊什哈多次出使努尔干，招抚地方各族，当然也有私传内廷消息，图谋不轨的谎言。宦官与水甚至于百官其实并无不同，也无善恶之分，只看如何用罢了。殿下谬矣，利刃握于侠士之手，便可行侠仗义，落于匪寇之手，变为杀人利器。大明国祚关乎万民，今圣上仁慈，太子贤能，皆可牢牢握住这把利刃，可谁又能保证大明代代都出圣君雄主呢？大胆，出去，出去。哦，是。你呀，又弹劾锦衣卫，又弹劾宦官，我同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心里有什么话私下对我说就行，你这么毫无遮掩的骂人，小心背后有人使冷箭。殿下既然知道是小人，又何故留在身边呢？我自少时袁琪便在我身边伺候，有一次意外坠马，他扑过来护卫，重伤躺了一年。少元，纵是出身微贱的小人，也是血肉之躯。甜豆花呀，豆腐脑怎么会是甜的呢？回殿下的话，是上时局备下的。豆腐脑怎么是甜的呢？豆腐脑为什么弄成甜的呢？这里面到底放了什么？回殿下的话，它这里面有可能放的是糖，或者糖浆，那也有可能是桂花，具体的奴婢也不知道啊。这世上怎么会有人往豆腐脑里面放糖呢？殿下不知，臣的外祖母是荆州府人士，自小为臣做的就是这甜豆花，特别的香甜美味。这不过，这明明是一只锅，怎么咸甜两种味道完全不串味呢？哦，奴婢亲眼瞧见，那是一个将这个锅一分为二的铜片，铜片上抹了，具体的等奴婢问过之后再来回话。真是胡闹，豆腐脑只能是咸的。啊，让上师局今后不许再进甜豆腐脑。是。哎，殿下，这本书好像是梅大人借的吧？他忘拿了，奴婢现在就送过去。给我。满屋子甜甜的怪味儿，出去散心。哎，还真有人爱吃甜豆腐脑啊。梅大人，姚殿下，这是上食局给您的善点。多谢。
殿下，您看我做什么？失魂了。什么时候？哦，那不是给殿下的。殿下，这不能摔，你给我。殿下不是亲口说过吗？不许任何人再提起，奴婢自然不敢违逆了。你自去领二十掌。殿下，那是供给入宫大臣们的茶饭。按理说啊，这活该是光禄四百，可他们整日互动差事，饭做的要多难吃有多难吃。光禄卿刚被陛下申斥了，便以筹办年宴为由，把这差事啊推给上食局了。果真，千真万确。一句多余话也没说，食盒都是从我手里递过去的。那又何须笑得这么开心？虽说饮酒宜温，但也要分不同的酒，不同的酒要用不同的火候，这样方能不失原味。我素来只知冷酒伤胃，过热又伤肺，故而只能用温酒，却不知温酒的时辰也有诸多学问，不如殿下来教我好不好？